继续来关心嘉义市选情的消息。嘉义市长候选人黄炳辉伫今仔日开箱竞选总部，整体以阳光微笑的明黄色系为主视角，象征潮水饱满、市井丰收、人民幸福的意向。黄炳辉这次参选，不断地强调甲民众对话，为了倾听广大市民对于市井的想法，竞选总部也设计万景墙，邀请民众来留言。距离选举只剩四十二天，各候选人竞选总部纷纷成立。历届市长候选人黄炳辉的竞选总部，则适合由黄炳辉亲自介绍。竞选总部整体采用明黄色系为主，让人一走入去竞选总部，就会使感受到幸福。在竞选总部为了强调嘉义城市美学，总部纳入喷水圆环、木刀、桃城、塔诺等嘉义市代表元素，也彰显嘉义家的意义。该市长候选人黄炳辉表示，竞选总部跳脱传统框架，改行活泼的路线，建设了大面积的万景墙，邀请市民做伙来留言加一，写下对该市政的想法，将市民的声音作为执政的依据，让勇妈2.0不断勇往前行，努力拼后一个四年，共创该市更好的未来。从九月开始到现在，我们进驻办公，我想今天也大概整个大致都完成了，也就邀约了媒体朋友，也做了一个竞选总部的开箱。来开箱呢，可以看到亮丽的黄色，这代表着，我想这是明黄色代表的一个希望，更是代表着稻穗的饱满。我们希望稻穗的饱满就是丰收的成果，是大家共同努力来的，才能够展现所有人民幸福的笑容。那所有的笑容呢，是我们背后是有大家辛苦努力，所以每一个以亮丽黄来展现我们的希望，跟大家共同努力，哪怕遇到疫情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艰困当中用着更正向更乐观的态度与精神来面对。所以面对了许多的谣言或者抹黑，或者我想许多的傲博，我们只有坚定，大家坚定心头了定，勇敢向前行。所以要跟大家讲，我们亮丽黄是代表着我们勇敢向前，大步向前，嘉义一定赢这样的一个未来啊。那所以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有垂杨路这443号。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进到这里来，同时我们的志工伙伴也有提供的健康小站，就可以让你来量血压或者血氧关心自己的身体，彼此的关怀让我们每个人更健康。那我们希望大家有空进来坐一坐，这是属于一个公益性的。那志工朋友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对话可以来聊，我们期待我们未来的嘉义市也来为闽会加油，就是为嘉义市加油。该市长候选人黄炳辉表示，竞选总部是开放所有嘉义市民，是全民的总部，也欢迎所有市民来到这个空间，表达对嘉义市未来的看法。你考量到对慢性病会影响身体健康，总部服务台也特别设立健康小站，由现场志工每天为民众量血压等服务。另外，10月29号晚上6点30分，也将在北向湖公园举办黄炳辉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欢迎民众。这回共享新机，真心的明白其彩虹不得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